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牌大叔。那我们今天讲一下原神的一个飞天技巧。那首先我们讲一下电脑版的卡法。首先大家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在神里家的旁边的。首先我们第一关，我们开上我们心爱的小船啊，尽可能的浪起来啊，大概消耗掉1管半的体力啊，就差不多了。勇敢追自己的梦想，那坚定的模样。第二步，我们按空格键啊，等人物飞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马上按 ESC 键。卡好后啊，我们准备好本地连接还有时间这两个工具。第三步啊，比如我们现在50秒的时候啊，断开本地连接，那我们再等28秒，啊，也就是说在18秒左右的时候啊，我们按 ESC 键啊，将窗口关闭。那出现这样的就表示成功了，那我们再把本地连接再连接回去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回到了浪船的地方，然后同时我们这里有一个驾驶浪船的一个键啊，我们按下键呢就会飞一下，按下就飞一下。那手机用户的话，在这个船的时候飞出来这一刻，我们马上切后台，不需要点派门。那我们等个30秒再回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如果大家卡成功了，记得回来给我点个赞就行。好了，再见。